是全球公认的翅膀凶手，却是大多数人无法在第一时间内察觉到的眼睛疾病。年纪越大，患有近视或远视，还是深夜盯着手机屏幕，都可能会增加青光眼的风险。从今天开始 ，City Glass App 和你一起保护，多爱护自己的眼睛，别让青光眼成为无声小偷，夺走你的彩色人生。听见理性的声音，听见知识，听见专业的声音 ，City Glass。